那我们整个崩溃。真的委屈，看一下罗刹王的故事。这个是第八第七第九，单纯只为了打八重的命怪。然后呢，来孙子被砍，再被砍，再被砍。然后说罗刹王对不对？再被砍，再被砍。然后他已经满魂了，你看哦，满魂了对不对？一秒钟，两秒，三秒，四秒，五秒。好，结果是鬼山的先放哦，六秒，黄狮子都出发，七秒，八秒，九秒，十秒，黄狮子都出现了。然后呢，就这样直接被罗刹王带走。我的内心是在哀嚎的，我的内心大家是在哀嚎的。海蜜，妈的，鬼才太神算了。好啦，就这样吧，我的应该直接带。痛啊，好痛啊。